将镜头摄来布袋镇，布袋镇是生产菜脯的重镇，供应占全国90%。今仔日举办布袋东港社区菜头文化节，嘉义县长当选人翁章良特别来关心东港，也提出菜头的加工有无限的可能。离东港社区嘛是老人照顾、治安真优异的社区，翁章良期待把社区活化、把砖头搞好。布袋镇是生产菜脯的重镇，美味飘香的菜脯供应占全国90%。今仔日举办布袋东港社区菜脯文化节，菜脯是它行销到我们全国是90%。啊，咱东港社区呢，伊就是家己有种一个菜头，吼，种几啊区的菜头，拢由社区的职工在种。然后他们今天会有一个拔萝卜的一个活动。那还有制作菜脯啊菜头老菜脯的一个体验。嘉义县长当选人翁章良来关心东港，特别提出菜脯的加工有无限的可能。菜脯是国民的美食，而且也是老人照顾、治安拢是优越的社区。未来如何来活化社区，真正来照顾老人？菜头所做的加工啊，比如讲菜脯。包括菜脯饼哈，当然可能还可以研发出各种可能性哈，咱东港社区承接一挂农村再生，包括居保局的相关的经费，所以今天你家咧办这个相关的推广活动，东港社区是一个老人照顾，包括地方的治安做了足好的社区哈，可以说是全县的模范哈，当然因借用这个老人文康中心的空间，这个空间确实是。过去的使用率相对偏低哈，那一挂空间一挂破旧，确实也产生问题所以即马他们预计要做长照的西点我想未来县政府相关的单位相关的经费应该来配合咱的蔡议员配合咱的镇长交议员，免得将这个空间的活化予伊活化真的可以落实到照顾我们相关的老人跟布袋最重要的一个。聚会场所跟活动场所，我想这个空间是一个政府过去开这么多钱开我都起一个这么大的空间，那这个空间确实还有很多加强的空间跟努力的空间。那我想未来的社区包括未来的砖头，我们希望每个都是有系统的，那有很多的志工，包括有新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里长跟社区发展协会能够一起努力。把社区活化，把砖头做好，这是我们的期待。伫遮下菜头做菜脯的妇女，为小女下家劳，手法流利，切片切条到切角，一步一步有条理。布袋菜脯非常白又个大条，适合菜脯加工。未来如何为菜脯再创新、再开发，有无限的可能？伫遮会用找到解盲。最新新闻，蔡明东，布袋镇采访报道。